我晚上我屋里还叫叫，然后就有一个，但是秧子，我那个我，然后我刚在电梯里边又碰见一个。没关系，这条街，嗯，这条街都是，这条街都是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啊。哎。这都是卖蛐蛐的。你这个从你要拿过来的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李总，李总还没来啊？咱来了，在前面呢。这条是一带一路，这条才一万了，这是一带一路的，什么咸鱼国家的号子，买一条带一条，是吧？什么叫一带一路吧？买一送一吧，啊，咱只要买一送一难听嘛，对吧？一带一路，这偷贼啊，是吧？嗯，这叫蛐蛐，这多大呀？有理想了。一个最大的红包，成交。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当然头一眼，咱们就省去了另外一道工序了，哦，等于是最初层的基层选举，不是，它有一个优劣选举，还有一个秋冬的选举，这点很重要，这等于是没有这个吧。离稍微远一点，哦，稍微远，不能太近，因为晚上去就要蹦，哦，其实要蹦，是晚上累的呀，还是晚上？晚上累的，哪没得累？保密地的，保密，放手，放手，我听到保密地，保密地。是啊，没人逮过。没人逮过嘛，这皮子不行啊。那不就保密清楚了？只能拿红包了。拿红包？啊，留几条？两条呀。就这两条的。也不能让你白跑吧。我昨天晚上看我扫
控制。这不行了。就是这个抓的，这属于基层政权初选，各地的农民把他们一夜逮来的蛐蛐，早上4点多5点就到这儿啊，就在这个人民公安这前面这儿，嗯，然后呢，那个啊，大宝大宝，你怎么那里吗？呵，就两个红包。哎，坐的那个吓我一跳啊！那个是个哪个？那个是个明星是吧？明星，那大明星啊！有人帮他先初选，初选之后再。你这个呢？你这今天逮的少，逮的少，嗯啊。上个电视，啊，今天大，今天比较大，啊，啊对对对，来我那就是看见，学呢这个，哎，这个真，学，这个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坐下，你在哪里能够买得到这种蛐蛐？你看有多大？除了我拿，他们认识的拿，他怎么还不要啊？啊？怎么还不要啊？他拿了一条啊，一人一眼光啊。50块钱，100，50，那不要钱。这么大的土这么小的呀，今天流盘，怎么今天流盘？这个多，给你带点，带点。
这个就诚如大师待的这桌子是这儿，也可能是我不看不懂啊，是开价最高的，在这儿被选下来没排上的，再到别的桌子去。他只看一眼，就把它拿出来再精选。松虎二郎、潘金莲、西门庆他们这边历史传统，男的女的都要。现在很多铁里面都打过架，这个岁数还不小了。这些是被这边给调声的，仍然能够到这边来。嗯，因为第一次可能走眼，这个都是竹筒，竹体的竹筒里边有点黄瓜，黄瓜再有棉花。嗯，竹筒里没有灌出来，所以是放在竹筒里面。哎哎，他卖了以后再倒进去。嗯嗯，就是他抓的多。嗯，抓的多。但是整体太小，太小，抓的地方地块不同。您选的第一个标准就是个儿必须大，对，个儿大肯定就跟人似的，喜欢个儿大的运动员呢啊，都他这个六个爪要大，大六爪，嗯，头也要大，嗯身子大头大，但头像都要大，身子大说明身体好，嗯，头大说明聪明，对。像姚明选运动员，对，选运动员的标准。对，第一身子大，我90公斤，1.84米。第二头大，头大机灵啊，脑容量就大。嘴里那根草叫探子，叫探子或者叫石草，它那个好豆子蛐蛐一探，它就有豆汁。就是在那边，就是拍过一次，再到拿到这儿来拍。小蛐蛐没用。
标准第一个儿大，第二脑袋大，第三牙大，第四就是叫吸盘，脚有劲儿能抓地。你减了多少斤？14斤。哦，抓蛆减肥，就在一个多月就减了14斤。嘿，减肥啊，对身体有好处。哦，你在这排队呢？嗯，你抓了几只？有13只吧。你是在哪儿抓的呢？不能说。保密。玉米地、坟地，那小女孩夜里敢去坟地？我有作伴的呀。有作伴的哈。嗯。嘿，有抓了多少只？13只，卖掉一个了。卖掉一只了。嗯。卖了多少钱呢？20块钱。20块钱。哦。还不行，大的能换一只羊，再大能换一头牛。谢谢你，哎，谢谢你。嗯。这个就是最好的。嗯。到哪儿的最好？好的那个高的地，那个好的庄稼里面。就有好的蛐蛐，对对，生活环境好啊。你这个草丛里的蛐蛐没用，不行啊。还有那个老的宅基地，这个周围的民宅，周边墙角里面蛐蛐也好。那为什么老的民宅也会好啊？为什么老的民宅？他们变成老的民宅里面，他不打药水的嘛。哦，是吧？民宅哪个家老是打药水的？所以蛐蛐最根本的就是说。不要被现代的化学药原生态嘛，污染原生态，原生态的。所以这养蛐蛐不是那么简单，逮蛐蛐至少是环保的地儿，环保的地儿。环保的地方，谢谢。对对啊。嗯，就说到。您今天卖了几只？卖了3只。卖了3只哈，对。大的卖掉了。卖掉了。卖了多少钱？卖200。200。200，嘿。蛮好了。蛮好了哈。找一个啊。哎。这是农民的收入嘛。这是不费。行，谢谢。出豆的时候大概有几斤呢？有将近5斤。你拍的这照片，你能发到哪里去啊？新浪。哪里？新浪微博。哦，新浪微博。微信。哦。西瓜。你拍拍，我就成名人了。嘿，您今天卖了几条？今天卖了4条。4条。嗯。4条都给老万了，我每天来的都是老万的第一眼。对，我就看出来了，您是这儿厉害的，比较水平高的高手。我也是这一块紧的，我有点感冒。哦，我说话有点声音都变了。嗯，您留神，别那个，现在又有阳的了。哎。嗯。您是就是当地人吗？对，我就是当地人，阳谷县，就我家离这里1公里。哦，1公里。嗯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嗯，这得从昨天什么时候开始抓的呢？晚上7点开始进地。哦，进地。嗯，地址就是庄稼地。对，就是咱种的玉米地。玉米地。嗯。哦。就干了一夜，也挺辛苦。对，干了一夜。我今天回家。啊。整完蛐蛐，倒完蛐蛐之后，洗了个脸，马上就过来了。嗯。您真辛苦，嗯，
辛苦。哎呦，这座位底下还有哈、啊，这是精品，我看是。那行，你看这边的那个聊城啊，阳谷县这边，你看这到处都是蛐蛐叫，但是这种地儿的蛐蛐没法要，嗯。好蛐蛐，一个是大宅子那个大宅门里边，这种地儿谁都来谁都污染，随地吐痰的、抽烟的、弄化学药品的、喷蚊子药的，真正的独家的大宅门，他们是讲究的人，家里边不喷药。另外就是原生态的好的那个农那个叫什么什么玉米地、高粱地啊，人家是真生吃有机农业的，那里边才有可能。纯野生，纯野生，对对对对，啊，纯野生的才能卖出价钱来哈。现在有好多人养蛐蛐，就是那个叫什么白虫，嗯，跟这野生的根本没办法比。野生的里边第一得个大，嗯，你看这都山东1.8米大汉啊，就山东人大，山东蛐蛐也大，这第一说明你的有体力，第二得头大。说明你有智慧，头大脖子大，然后第三牙大能咬，啊，一招制敌。第四呢，就胳膊腿得有吸盘，吸在地上，对，不然站不稳。刷个大尾，不能转。您快歇着吧，干了一夜了。哎，就是说，确实你放到这里，你把罐倒过来，它也不掉，它能抓住。哎，手啊，有吸力，就能抓住。对，对，所以一个好蛐蛐就像一个好的人似的，啊。所以最好的蛐蛐是将军，是种子，给它配10条3叶大扎枪，啊，它操过这个10个3叶大扎枪之后，这三叶大枪正中间那个叶儿就是排卵的，它就会往地里边土里边排卵，再生出新的好蛐蛐来。但这些必须是野生的。姐，你个是吧？我们怎么进来的？啊？然后没有啊？你们那个车子怎么去啊？这是好在哪儿？一脸的嘴巴啊！一脸的嘴巴呀，是吧？啊，一脸的嘴巴。说上海话，一脸的嘴巴，是不是嘴大牙大的意思？我也不知道，啊，只能推测，我不敢靠近，影响人家挑蛐蛐。嗯，你看这个人，标准的逮蛐蛐的人。采访看蛐蛐啊？我不看那个，我就，哎，您的厉害，哦，这是抓蛐啊，网子，这是灯。嗯，这是晚上的灯，哎呦，都瘦，嗯，灯，嘿，30的战斗服，你看，嗯，哎，你看，哎呦，这边是喝的水，吃的干粮，真辛苦，嗯啊，然后在庄稼地里干了一夜，你看，你还看鞋，你看看这个蛐蛐，一会儿您让他们来看，嗯，然后那个骑着这个，这骑着这电驴子。电驴的前边，你看这个，这是专门挖的，你看这个，这就叫什么撬子手，这就叫撬子手，这是一个典型的撬子手，这是撬子哈，撬子啊，大了，这是撬子，这个管一撬子撬出来。哎，我给您搁回去。行。祝您卖好价。好嘞。哎，谢谢。哎。这就是一个最最典型的撬子手，嗯，在那车身靠着，这就是撬子，有点像那个洛阳铲，但比洛阳铲更宽。洛阳铲就是河南盗墓的那个东西，但是它这个比那个宽。
哎，聊城的牌照。嗯，这里边是喝的矿泉水什么，嗯，电驴子，然后是他们中国摄影家协会摄影家穿的摄影背心，里边是三菱的，嗯，然后你看裤子，雨鞋，这是专用竹筒，专用竹筒，您说，这是专用竹筒，竹筒，这个竹筒里边呢装的蛐蛐啊，蛐蛐，大蛐蛐，放大蛐蛐，好的蛐蛐放在这竹筒里边。这竹筒，因为竹筒都是天然的，好的蛐蛐不能是白虫，必须是没受过污染的地方的原生态的，嗯，所以它都是这竹子，你看还带着泥呢，嗯。今天早上刚刚听叫，听大叫回来，听叫什么？听叫唤？对，听大赤子叫。哦，大赤子。他们说的都是专业语，我不是很懂。大赤就是肯定是叫唤声大吧，嗓门大的，呱呱叫叫的啊，嗯，那个蛐好蛐蛐，你搁碗里它就玩玩玩玩，搁盆里就盆盆盆盆，真正最好的蛐蛐，那大蛐蛐搁缸里它就叫缸缸缸缸缸，嘿，你看这都是端的手刚回来，翘的手，哎，老翘的手。您没转啊？没啊？没没，就来今天来瞧瞧。这是女翘子手，巾帼英雄。女翘子手。然后是上海老大。在这儿给长眼，一个老法师啊，老法师，哦，不叫上海老大，叫老法师。然后老法师长眼，他给的最好的蛐儿送到他这儿来。然后老法师长完眼，到李导这儿，我再看看，再看看。这是真正买单的最贵的蛐儿，今天他一到这儿，好多人，好，全得让他买走了。现在看了500多条了，每一条满意的呢。500多条都看不上。没有。那你这一将难求啊！啊，你一下把他们都给吓回去了。捡漏的马上就到，是吧？啊，对对。捡漏的马上就到。我这条视频一发出去，捡漏的立刻就来了，因为他们知道李导在这儿待不长，是吧？八路军武工队马上就撤，他们马上过来捡漏来。上海老法师资本大，一到这儿唰唰的就给来者都发红包，大的就不知道是给多少钱了，这人家都是有行规秘密，小的一只羊，大的一只牛。当地贫下中农，好多人靠这个脱贫致富，但是难得碰见最难得的好蛐蛐哈，一将难求啊，对啊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今天早上，老法师长眼已经500多条了，但是真正让程如看上眼的还没有。嘿，你看他现在，他往那儿一躺，他跟大将军似的，他一见真正大将军，他立刻就站起来，是吧？哎，他就像刘邦见着韩信似的。现在，所以他这儿，哎。你别看他啊，新华社战地记者啊，他打仗他都去采访了的嘛。你搞搞看，虽无古人法，捡拙自一家，不流行张铁林是哦，这张铁林的，对。
是我认为他写的不错。嘿，一幅啊，他现在非要用两幅换回去啊。他认为他以前写的不好啊，我认为他以前写的好，现在写的不好。现在被市场大潮给学坏了，现在他属于白虫了。现在他老学丑书、啊，对，老丑书，他是白虫啊。就相对有点弱。本压不够，这个是本压，本压都不够，够不够就拿了啊。十元一股票。你看这个女段子手，十块钱一条，人家都不要，为什么？她没有战斗力。把你站后边去了。都是排着队的，排着队的。你就可以想象古代的时候给皇帝就是层层选拔呀，先是村儿，然后乡镇，然后县，然后省，然后就跟那个考秀才是吧，秀才乡试，然后举人进士啊，到进士再往后皇帝才可能看见，最后皇帝点翰林，老大是状元，老二是榜眼，老三是探花，哎，这都是。拍您蛐蛐呢，阳谷县的又是。拍您蛐蛐呢，祝您卖好，祝您发大财。人民公安，保一方平安，这就是文化传统。您今天抓了几个？我这串子抓，菜是这样抓的。菜是今天抓的。昨天晚上逮了四天吧。反正我这是第三次了。第三次了，对。可以。祝您卖好价钱啊！好好好。哎，发财发财。好。附近民风古朴，你看，早上，嘿。这脆了，嘿，哎，这儿蹦的，哎，你别动啊，跑这，我都看见了，你这蹦了一个，跑到你这儿来一个，我抢蹦上，不要、哎，不要啊，小对点，这都不要啊，嘿，这都没用，等一下吧，抽根烟吧，嘿，往您这儿跑的，哎，对。这都他们都没人要，说这么大，气息不大，别大，别踩死，嗯，别踩死，好歹也是条命。哎呀，你看，嘿，李宁，这也是李宁，这可能是中学生暑假逮点蛐蛐儿。是吧，勤工俭学属于。